敬拜裏面，有啲係神嘅榮耀同埋尊貴同埋嘅偉大。
耶稣你是我的救赎，释迦门你是我们的盼望，空分证明你一生不死亡，永远藏着永远的伤。耶稣耶稣你是释迦门，你是我的盼望，永恒真理，你已胜过死亡，永远掌权，永远的神。耶稣，敬拜耶稣。全体荣耀圣赞给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万国都将荣耀归于你。敬拜耶稣，全体荣耀圣赞
谢我们的敬拜队伍，其实大家头先非常之投入的敬拜，其实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神在天上面听见的时候，他都非常之悦纳我们对他的这个献上的这个祭。以下我们有请到中华基督教主恩堂的主任牧师萧志新牧师带领我们有一个开始的祷告，有请萧牧师。好，让我们一同来重新祷告。阿们，天父，你的名值得称赞，值得荣耀，因为我们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彰显你的爱。今天我们中弟兄姊妹为了跟你之声，在20年、16年来不断的传扬你耶稣基督的福音，借助媒体，求主继续的帮助这个机构，让你福音更加广传，让你的名得荣耀。让你的国度可以彰显，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以上每一个程序都交在你的你的手上，求主继续带领，也祝福恩你之身的侍奉，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计在你的面前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谢谢。多谢小弟兄弟兄。因为前方我拍到你现在很近。好的，我们再次欢迎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跟嘉宾。那我们想要透过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远道而来的这几位重要的特别嘉宾。首先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恩语总部的两位同工，电视制作部行政经理陈良婉君女士，请起来。你好，传播发展部高级经理王良嘉宝女士，欢迎你们。今天我们有请到我们恩语总部的两位员工，然后施工主任许胡佩珊女士，好的，真是过瘾。同埋咧，你嘅事工统筹捐赠永远女士，当然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来谢谢很多尽心尽力牧养教会的牧师以及福音机构的领袖，所以可以请所有的牧长以及福音机构的领袖站起来，让我们一起欢迎你们。
想带领我们呢方面的各项的进展。可以话分喺三个方面嚟分享啦。第一方面咧，就喺童工人手上面嘅增长；第二咧，喺制作工作呢个制作方面咧嘅增长；第三咧，就喺传福音策略上面嘅进展。咁首先咧，讲下发展事工咧，啊，每个事工都知道，教会嘅事工都系最重要一个嘅元素，就系建立一个好嘅成功团队啊。咁嘅时候先至可以喺製作啦、推廣啦、連結啲教會啦，嚟到有啲幾方面咁嘅實力嘅發展。咁我哋感謝神咧，過去有三年咧，裏邊帶領咗幾位年輕有魄力，而且有盡心傳福音、發展福音傳媒嘅同工加入嚟嘅團隊。咁多咗啲員工咧，當然啦，亦都喺我哋嘅財政負荷上面增加咗。但我哋老師係覺得，一定決定係要盡量發揮大家俾我哋嘅專業，嚟到投資響未來，因為真係越細越近啦。啊，福音工作唔可以咁慢慢發展，啊，所以我哋趁好似聖經話七月八日就應該工作，因為後期嚟到時候我哋冇機會再做，所以係我實在真係唔知道仲有幾多嘅時機。啊，就算你每一個人啊～我自己的人生都是这样的，我生命很短暂的，人年轻的时候呢，成日都人觉得人生无尽头，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不知道前面有多少五年，有多少十年，很多人一生心血建立的安居房屋，不知道五十年之后有哪些人住在这里，或者一生很勞碌賺到的儲蓄，再過五十年之後都不知道要花多少錢。所以我們是到你一生做到的事，有什麼是永恆的價值，有什麼是長永遠長存的呢？我記得傳書一章廿五節那裡說，唯有主的道永遠長存，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原來唯有神的道這個福音啊，才是有永恆價值，是永遠長存。所以在這裡都勉勵大家，在我們的事工上面，同樣福音傳福音的事工上面留下你美好的腳蹤，亦都在你的生命中間見證神的榮耀。美國的醫生的同工團隊呢，從早期十幾年都是一兩個的半職同工，逐漸增加到今年有三位的全職，有四位的半職，加上一班很忠心的一些的特約同工和義工，那我們建立一個雖然沒有牌，但是它是很有實力的團隊。那我就介紹一下我們團隊給大家認識。首先介紹的同工當中呢，當年是在我們幕後中心勞苦工作的 Kitty 姊妹，她是家的行政、財務、所有一切瑣碎的工作 project 我們會一個平衡一點，所以我們有 Future 的中心在做。而這幾年來呢，增加了幾位的同工和幾年輕一點，咁啊，專注喺製作、拍攝同埋推廣啊，同我哋聯結 connection 啊。咁而家咧都想放一個兩分鐘嘅短片咧，俾大家睇下啊，認識佢哋，聽一聽佢哋響啊呢幾個同工咧，同大家分享下佢哋嘅心聲。One。點解中意恩語之聲呢？因為透過恩語之聲的見證，見到有很多人生的高高低低，但是這個不是終結了，因為主耶穌基督愛我們的緣故，亦都睇咗恩語之聲的見證，真人真事的見證，帶俾我們係好多在生活當中的正能量，亦都俾我們知道人生是充滿著盼望的，所以我中意恩語之聲啊！
我鍾意美國恩語之星係因為美國恩語之星喺依度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有好多可愛嘅同工，同埋喺恩語之星呢個平台呢，見到神嘅大能喺唔同人身上嘅作為。为什么会喜欢美国恩语之声呢？当然是他们很有魄力，还有创意，不断地把真人真事这些见证及分享出去，透过 Facebook、YouTube 还有 IG 这些媒体对下一代来传福音。所以我欢迎各位继续来支持我们，与我们同工合作，来帮助一同来分享神国的福音。我喜意恩语之声的团队一起合作，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有创意。I love Suburban USA because I love meeting you guys. I love meeting all the people that we interview. I love hearing the stories that come from, you know, all across the world, from, you know, East Coast to West Coast. And I love amplifying the voices of Asian Americans. 我喜意美国恩语之声，因为我们是用这个平台去让神在其他人身上所做的事情，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作为一个见证，呈现返给全世界上面任何一个人去看，亦都俾到一个每个人都见到，真的神是会用到我们每一个人，亦都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咁啊，呢班嘅同工咧，即系来自唔同教会、唔同嘅性格、唔同嘅做嘢方法，大家真系好融合一齐做嘢，感谢神啊！你有机会话咧，可以认识下几位同工。今晚咧，我会有三位嘅负责唔同部门嘅同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几方面嘅进展啊，今年嘅进展。咁咧就首先咧，我系想请负责带领呢个制作拍摄团队嘅夏伟一兄啦。咁想嚟同我哋分享美国恩语之声啦，今年2024年咧嘅制作推广发展。咁阿伟咧响五年前加入我哋嘅团队啦，开始嘅时候咧借到半职，咁跟住落嚟咧系睇到呢个嘅负担嘅时候咧，就进入咗逐渐加埋咗 Christine 啊、Michelle 啊、Kian 啊，咁而家就真系可以制作方面咧不断嘅上嚟进步啦。咁我哋而家有请阿伟。大家好，我是美国恩语之声製作部經理，我都有話咁咧。我哋今晚咧想話俾大家聽咧，我哋2023年至到2024年美國恩語之星嘅奇妙旅程。不過喺呢個奇妙旅程開始之前咧，我想做少少嘅統計，有兩條問題，咁啊想大家試舉手嘅。第一條問題，最近一個月你有沒有在各大電視台看過恩語之星的節目？請舉手。哇，非常好，非常好。第二條問題，想問大家在最近一個月你有沒有在 YouTube 看過恩語之星的節目？請舉手。不錯不錯，多謝多謝。咁我哋繼續再喎，繼續改進。今晚咧，我哋會介紹四個由呢度去到嗰度嘅歷程。咁四個咧，第一個，今日係9月29號，上年9月29號咧，我哋係有4400多個 subscriber。一年之後，今日咧，我哋達到今朝嘅統計啊，44,433人。好，呢個差不多10倍嘅增長。咁啊，希望咧大家繼續參與，繼續為我哋成功禱告。亦都感謝大家嘅指教。
第二個由呢度去嗰度嘅歷程咧，就係、是、我哋開始嘅時候咧，就是、本地嘅製作，慢慢慢慢咧就發展到南加州可以拍攝，跟住就去夏威夷，再慢慢咧就將佢啲擺咗上網啦。今年六月，我哋咧就去到東岸嘅紐約同埋馬里蘭州，我哋一共拍攝咗十組嘉賓。咁啊，已經有兩個咧就已經推出咗啦。麻煩大家今晚做一件事，就係俾啲 comment， 俾啲意見落去，寫落去啊喺個 YouTube 度，同埋 share 出去。兩個嘅故事啊，一個叫做如常生活，繼續精彩；另一個咧就係、是、我愛人體。都是最新推出的《空岸故事》。過往第三個啦，我哋咧過往我哋由電台電視嘅節目，慢慢慢慢咧發展到社交媒體。我哋有15個播放時段，喺灣區、三藩市、羅省同埋喺美國各大城市嘅中文電視台，我哋都有收到呢個節目。今年我哋都特別注重 Facebook 社交媒體呢啲嘅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咁啊呢個係我哋重點發展，希望咧裏邊放多啲嘅故事見證，吸引一啲微信嘅朋友認識同埋有啲嘅新嘅體驗。最後一個咧就係、是、我哋慢慢慢慢咧就由個人見證嘅節目。就慢慢慢慢發展到唔同嘅個人見證啊嘅穿班，由電視嘅個人節目嘅形式，慢慢慢慢發展多咗去到 YouTube 嘅平台，或者係 Facebook、Instagram、TikTok。所以我哋你如果你睇圖咧，你睇見我哋有啲係打橫嘅，有啲打直嘅，都係因應呢個社會嘅需要。甚至乎有啲嘅 short 嘅短片，短片咧長到甚至係短到一分鐘。我哋有啲嘅短片最近推出都幾好嘅呢個收視，大概有平均有5000個 view。好啦，咁啊講完2023年到2024年，我哋咧就講下2025年，或者想更遠嘅呢個夢想。我哋今年就經歷咗接近十倍嘅增長。如果2025年都有10倍增長咧，就應該係有40萬嘅 subscriber。咁希望咧，透過大家嘅支持，我哋大家嘅努力，都可以成真。不過咧，都有少少難度，所以咧。都有個次嘅選擇，咁啊去到10萬都 OK 嘅，去到10萬咧都攞到呢個名牌嘅 YouTube 班嘅名牌，咁啊希望可以攞到10萬訂閱。咁啊其他嘅 social media 咧，即係 Facebook 啊、TikTok 或者係 Instagram， 我哋都好期望咧，我哋有一個多啲嘅內容嘅分享，多啲嘅故事啊，講到俾大家聽，吸引。特別是美術主義。最後鼓勵大家禱告之前，留言、點讚、訂閱、分享的支持和奉獻的支持，多謝大家。今日我們分享這個製作和拍攝方面的進展。咁啊，跟住落嚟咧，我想請美國一醫生嘅英文部事工嘅發展專員 Crystal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事工嘅發展。一醫生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幾十年嚟咧一直都係以觀眾咧係廣東東話全國語嘅對象。3年前咧，我哋美國一醫就決定開拓英文英語下一代嘅計劃，咁就要將一個福音呢個傳播理念咧打進去英語講英文嘅年輕一代
都包括我哋啲仔女啊、孫啊呢咁樣都啊，希望我哋能夠 reach 到佢哋。所以我開始咧，英文詞都好穩定咗咩？呢個 S I M 同埋呢個 Asian 啊 ，I M 咁樣先啦。咁我哋知道翻嗰啲新字都並唔係一個新 market， 每一個公司大公司啲擴展嘅新 market 咧係好難唔容易嘅。亦都有時可能呢個叫 failure 失敗，但我哋應該係發展呢個未來工場係非常重要，所以今年咧 ，Crystal 咧加入咗我哋嘅全職工作，咁現在咧請阿 Crystal 咧嚟分享。So your support is really crucial to helping us grow and reach our goals.
goals. We encourage everybody to subscribe, share our content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those, you know, your daughters, your sons. Consider supporting us with donations and sponsorships, or if you have the editing savvy, or you know, you can do some video stuff, feel free to join our team.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extra manpower. So I really want to thank you all so much for your time and support tonight. Together we can inspire hope, bring people to faith, and make a lasting impact through the power of story. Thank you. Thank you, Mr. Dougie, who will guide you.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对不对？与时俱进，怎么样可以把福音跟有影响力的内容用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分享出去？好没？那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团队，其实我看到他们都很努力，他们已经非常的努力的制作好的影片，从精心制作的长时间的长，应该是说30分钟的那种有内容的制作到短片，我们的人手基本上都是满满的，已经没有更多余的空间去制作更多的东西。所以我想要呼吁各位，除了今天啊，你要来贡献以外，除了要 subscribe 以外，分享以外， comment 以外，还有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邀请你的年轻一代可以加入这个师傅，帮助我们一同来制作更多的内容，可能那些短视频。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是很在意你怎么做，而是他在意的是你能多上传更多的频率，看到，之所以我们怎么讲，刚刚有说我们的目标明年可能是到10万，对吧？那我们需要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来加入这个分享，这个福音的传递是大家一同来实现的，对，就是谢谢各位你们的支持，我们真的是无限，透过媒体是没有限制的 reach， 而且可以。怎么说，就是更多的应该是说这种事工是一种凭着信心而做，不是凭着眼见，所以谢谢各位的奉献跟支持，还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谢谢。还有张杰钟宇以及我的这两个都引导呢，我们中间的高度都给聆听呢，跟拍的接头上都没有听过的亦都係繼續發展一啲新嘅領域。咁我哋因為我覺得你栽培下一代一齊嘅傳承嘅工作好重要啊。咁即係傳揚福音、傳播福音、見證生命，唔單止我哋拍攝一啲嘉賓出現嘉賓嗰啲見證，而係我哋每一個同工、董事，我哋嘅生命裏面嘅見證，你相信你或者包括今晚在座都有好多。我哋嘅領袖啊，好多唔同教裏邊都係要用真正我哋嘅生命嚟講精神，有咩方法嘅做嘅嘢。咁啊，所以我哋咧係希望咧意識咧，能夠同大家一同嘅夥伴啊，喺傳福音上面咧嚟到一齊合作。因為我哋同一個老闆係邊個啊？係我哋神。咁啊，跟住落嚟咧，最後咧，大家都好實關心咧，一面之聲。嗰、那個嘅財務情況，咁咧，所以現在咧，係俾大家睇一睇。但係呢個差咧，就過去4年嚟咧，我哋嗰個捐獻嗰個數目，咁你發到咧，除咗2020年疫情嘅影響咧，我哋嘅收入係跌咗大概40多萬啦。其實過去3年咧，我哋都有大概60多萬左右嘅房地收入。咁今年咧，今年咧，我哋開始預算咧係70萬。咁我哋分開4個方面嘅主要嘅分類咧，就係呢個廣播啦、網上傳媒啦、production 即係呢個拍攝製作同埋同工薪酬。第三就係呢個推廣，同埋第四係呢個運作。咁呢個傳媒方面，我哋其實咧就已經減咗一啲嘅開支。好讓我哋能夠發展多一啲嘅網上呢啲嘅 social media 傳媒嘅，我哋即係最後都提到少少。咁我哋同工製作啊，呢啲嘅拍攝啊、出外啊呢啲咧，就反而我哋要增加少少，即係 inflation 係咪？通脹我哋都要用多咗啲。咁呢啲就係我哋300萬今年。咁今年嘅財務情況咧，我哋至今我哋70萬，至到上個禮拜咧，我哋嘅。總結收入係25萬，所以到年底咧，若果我要平衡呢個開支嘅話咧，我仲需要45萬。咁大家分享呢個咧，都係知道大家關心啦、支持啦。咁我哋同啲分享嘅時候，希望大家能擺喺呢個代步中間嚟到去為呢個需要啊，呢、這個時空嘅需要嘅代步。
仔細為我哋俾我哋見到我哋過去嘅時間，我哋所經歷嘅，同埋咧我哋將來所嘅所有嘅需要。希望咧我哋大家都放喺禱告嘅當中，讓我哋真係用禱告去支持整個嘅事工。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今天晚上的主講嘉賓譚品麗牧師 Reverend Jim Tan， 他是現任加拿大多倫多萬民福音堂的主任牧師。過去他不僅從1998年到2017年將近20年間擔任加拿大恩語之聲的總幹事，但是如今他與很多的福音機構，包括加拿大愛基金的董事，安置力在推动福音的施工。那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等等谭牧师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挑战及启发。我们欢迎谭牧师。各位三口子湾区的谭牧同工，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每一次咧嚟到沙河子灣區咧，我哋都羨慕你哋嘅天氣啊，非常嗰一段。咁當時嚟到恩語之聲咧，就感覺到今日有成差唔多500人喎，係咪特別嗰一段啊？俾掌聲嚟陳啊！我哋剛才睇到幾位嘅同工嘅分享，另外都係睇到上帝嘅恩典。我哋成日都話咧，開業容易守業難，係嘛？但今日我哋見到美國已經升26年嘅當中咧，開業上帝為我開咗條路，係唔單止守業，佢更加有創業，係嘛？喺26年嘅裏面能夠迎難而上，多重嘅發展，我哋都榮耀俾神啊嘛！俾掌聲啊！如果要我用一個詞嚟形容恩典之星，特別美國裏面嘅發展咧，我相信我會有一個爭字。真係啊，美國發展裏面咧，四個嘅爭字，有你睇到原來四個嘅爭就成為一個方嘅總口。第一個爭係咩咧？第一個爭就係佢有班好真誠真意嘅老師同埋同工。啊，大家睇到恩典之星其實係26年前已經開始嘅喎，打慢慢啲上，特別右下角嘅啫。你見到當中咧有班係開始咗帶俾美國同灣區到美國全部唔同嘅城市一班嘅義工同事。咁咧特別當年咧就係26年前咧，楊遠瑞嚟興阿 Patrick 啊，有一次咧佢嚟加拿大多倫多啦，咁咧偶然就發現到幾個嘅電視同埋電台講耶穌喎。係啦，幾年前一個商業嘅電視台電台就講耶穌係一個馬口嘅消息，於是乎 Patrick 就帶住呢個嘅全科嘅心智，就帶翻嚟灣區，一時之間就同而家一班嘅領袖嚟分享呢個現象。啊，咁記住啦，咁你喺香港華僑記出曬未啊？記出曬啊！阿 Bishop 都記出曬。香港大學嘅時候，佢就將呢個現象帶翻嚟呢度，結果你睇到啦，仲喺度，即係好盡嗰啲咧。嗱，見到佢啲樣咧，其實咧，除咗啲髮型同身形變咗之外咧，基本上佢都好有心智嘅呢樣嘢都試過。嗱，你睇到啦，嗱，特別咧，你見到咧，佢哋嘅身形啊、髮型變咗啦，但係佢有兩樣嘢冇變嘅。第一，佢啲笑容，有冇留意啊？邊時啲笑容咧？從今時到而家都係一樣，所以咩時嘅笑容啲咩時啊？嗰上個就話係嚴肅咗喎，係咪啊？咩時啊？但係咧後邊咧個碌頭咧，嗰個都係佢俾張相咩時先？所以咩時咧都係因為嗰邊咧慢慢牙膏咧就正啊，係咪啊？嗱一樣嘢佢嘅笑容都話俾大家聽咧，佢笑得好幾耐係咪啊？第二樣嘢佢冇變咧，佢心智冇變啊！你睇翻啦，嗰啲相咧，阿 Sir 都覺得最近期嘅，包括董事同埋即係員工啦。啊，呢個都有幾個係差唔多同一年齡嘅，係啊 ，Tom 嘅時候咧，而家 Tom 又係後生嗰時啊，都係差唔多樣嘅。啊，你記得嗰個邊個啊？都係有阿 Jason 啊，嗰啲喺度啊，有阿 John 啊，我哋睇到咧，呢啲都係咧，盡力俾美國呢啲嘅祝福嚟咧，有班真誠真意嘅董事同工。第二個真係咩咧？
佢嚟咗巴黎，願意繼續跟隨你與聖者作真人真事見證。大家都在你哋所聽嘅啦，嚇，輪到粵語呢晚咧，佢都係做真人真事喎，可以讀到你啦。原來咧，上帝咧，俾咗知識咧，有一段時間學習。啊，呢個知識喺加拿大大概1987年開始，1988年開始上電視。後嗰10年咧，其實我哋做啲節目咧，係好歡樂今宵嘅。喺度睇我歡樂今宵啊，年紀大細冇睇過。都係唱下歌仔，跟住又講下聖經，幾乎基督徒都唔睇嘅。咁但係咧，神好奇妙喺1997年香港回歸啊！於是乎咧，當時製作隊同我有機會咧，就係翻返香港諗住拍下香港嘅歷史嘅一個嘅大嘅主題片啦。咁啊，諗住拍呢啲嘅歷史主題片，居然又揾啲基督徒嚟講下佢哋點樣信耶穌。嗱，幾多信耶穌六年嘅喎？你信主之前點樣啊？係嘛？以前咪好似啦，入咗老婆啦，咁嘅係咪？跟住你點樣信耶穌啊？跟住有朋友拉你講，佢都冇做到信耶穌。信耶穌又點嚟嘅人？當時就借咗佢一萬，咁你還幾多張圖出嚟？有講下佢嘅見證拍出去啦咁。你知唔知我第一批有機會嘅九七年拍攝見證嘅其中一個女嘉賓，但係已經收少嘅啦，起身先。你醫生咧，當年就好似瘦咗咁樣啦，而家都咁咧。佢我哋耿雄啊，同埋廖家牧師啊、聲叔啊、黃老太等等，我哋就拍咗條嘅10集香港回歸嗰個心路歷程嘅見證。嗱，各位姊妹，自從1997年、1998年開始咧，跟住醫生就罩咗個路線，就係做咩咧？我哋唔係拍電影。我哋唔係拍劇集，我哋拍咩啊？拍電影，邊個係電影裏面嘅導演啊？就係上帝自己。所以今日咧，我哋睇到26年後嘅今日，你嗰啲啲青年人跟隨呢個路線，因為我哋清楚知道，因為信耶穌嘅係神自己，係神自己嘅作為。所以今日咧，唔少人咧偶然睇到電視，發覺咦，呢個人都可以信耶穌啊！佢又變咗做神嚟喎，係嘛？係啊，係嘛？我俾掌聲佢先。今日我哋睇到咧，第二個真誠嘅真誠嘅董事、真誠嘅義工同一班真誠嘅製作人拍攝耶穌咧改變人嘅生命故事。第三個真人咧，我哋睇到神嘅帶領。嗱，最初咧，電視先特別美國咧，佢哋係特別用呢個嘅電視同電台去做一個嘅廣播，好犀利嚇！但你知唔知大概18年前，差唔多20年前啦？2006年咧，已經差唔多咧，我有機會接觸到呢個嘅 Google YouTube。嗰時上帝提醒我哋，當時電視就好盛行啦，但係上帝提出嚟咧網絡仲發展啊。所以今日你見到咧，而家嘅節目唔單止電視啦，電視大家開始唔係好睇啦嚇，或者我哋睇下都開始睇下 YouTube 啦。咁我哋睇到咧，我哋睇到上帝為佢開路。剛才睇到一班後生嘅姊妹，佢哋好似有 Facebook 啊、YouTube 啊、TikTok 呢啲啊，多謝。其實幫助嘅嘢咧，能夠唔單止自己睇，仲有點啊 ？send 俾人睇係嘛？攞到嘢，咪一 send 又唔使錢，佢唔睇係佢嘅問題係咪 ？send 唔 send 就你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我哋話咧，我哋繼續咧，除咗睇下呢啲嘅節目，包括呢啲媒體。有成為你朋友嘅親人嘅意義。第四個真係咩咧？第幾年啦？一班真誠，之前一段多年嘅同路人。嗱，我望喺今日咧，我見到有啲民間同工咧，我都認識嘅。我問大家攞嗰個餐巾出嚟先，大家攞餐巾先，唔係食飯啊，唔使驚㗎。嗱，我話俾大家聽咧，嗱，你哋都係嗰種人咧，你哋又食得成餐巾。我知道今日咧，因為你所以26年願意有機會喺呢度服侍大家，因為你哋嘅支持，我都見到老得無影，頂住我都見到平身噶啦！哇，犀利啊！我都唔係三啊，幾多歡迎先？啊，你哋好似唔係歡迎佢咁樣啊？有啲唔係咁啊？嗱，我哋今日咧有咗新生教會，我老闆宣道嘅弟兄們，喺呢啲教會，你叫佢聽唔聽啊？平身。
真係教會，我做會，邊度會？都有好多係嘛？但係邊度咧有啲係手親媽咪啊，有社區會啊，同埋一啲嘅歌路會啊，總之係耶穌基督嘅教會先至咁樣啊，有冇啊？我哋都唔明嘅，你哋黑社會啊？我知道啦，嘅。我知道啦，神呢本人嚟咗，神呢本都係我哋一啲嘅伴侶。啊，不知點解原來咧，透過你哋真誠嘅咁樣嘅支持咧，就成為今日我哋嘅同伴。不知點解，26年差唔多係半世紀呢個安康啊，做嘢啊。但係我哋今日我見到喺阿 Thomas 領導底下，即係你啊，有咁多嘅發展，我真係好感恩。特別見到好多年輕嘅弟兄姊妹。所以我哋覺得你哋嘅支持成為我哋今日出席嘅伴侶。有個故事都講啦，有故事就話咧，人生有咩價值咧？咁樣有一個咧12歲嘅青年人少年人，咁咧一次暑假咧，阿爸媽就送咗去佢嘅嫲嫲一齊住，都嫲嫲住山區嘅，平時呢個少年人住市區嘅，咁唔緊要啦，咁啊去啊咧嫲嫲住陪下嫲嫲咁，咁啊去山區住咧。環境好好啊，遠遠花香，啊前面就有個小雞塘，有啲有啲嘅魚去睇下。咁但係咧，你知啲青年人啦，冇 WiFi 喎，哇真係住咗真係覺得好悶啊！啲事同嫲嫲講，阿嫲啊好悶啊，人生咁悶，我想翻屋企啊。阿嫲話已經好悶啦，冇 WiFi 就好悶啦。咁啊呢個少年人都發脾氣啊！話我做人冇意思啊！我唔講咧，唔想做人啊！啲小嫲嫲就同佢講：，話哦，你想做人，知道有咩意義啫？咁樣啦，你見到前面咧雞屎同埋啲石頭嘅，就見到啦。你聽日求其執嚿石頭去街市嗰度，你要企度，咁咧企嗰啲賣橙啊、賣雞啊、賣菜嗰啲隔離，你揸住石頭，但係冇出聲喎。如果有人問你咧，你冇出聲，就係舉高隻手指。知唔知啊？你翻嚟咧就知人生意義係咩啦？咁啊，呢個少年人就好啦，咁去啦。咁啊，朝頭早攞咗嚿石頭好遠，就企喺阿賣菜阿嬸隔離。咁啊，有班人賣鹽餸，賣鹽餸之後就見到嚿石頭，見到個青年好遠，就問小朋友賣幾錢啊？咁佢又唔出聲喎，舉咗嚿手指，幾錢啊？5蚊啊！咁啊，呢個馬騮送嘅。好啦，你就買啦咁，俾咗5蚊，攞咗隻石頭走。哇！呢、這個12歲嘅青年人啊，我心度難你。於是無論走翻去同阿嫲講：，我知道人生嘅意義係咩啦，人生意義做買賣。咁啊，嫲嫲就笑曬，唔係咧，你估錯咗啦。而家俾多次機會你，聽日咧你同樣捉個石頭，後期今日得啦。今次咧你就去呢個嘅九二門口，又係冇出聲喎。人哋問你舉高個手指，於是乎就捧個石頭，你睇到度啱啱有一對結咗婚嘅夫婦，新婚夫婦到物業行過，嗰、那個嘅女士就問：一個石頭啊，老公，我哋婚期不如立個石頭啦。就問下幾錢啊？佢唔出聲，老公舉手指，50蚊啊，抵喎。於是乎就俾咗50蚊，呢個嘅少年人就攞石頭。呢個先啊，跟住真係好開心啦！佢跟住肯定同嫲嫲講，人生嘅意義就係我唔讀書買石頭，我哋玩先啦。嫲嫲又笑話：係咧，估錯咗咧，俾多次機會你，你今次咧就喺呢個嘅古董店，又係咁樣去嗰度出聲，去到門口度，啱啱有個老伯伯就擺完古董店嘅門口，攞住個石頭都幾古董喎，你買幾錢啊？佢又唔出聲，佢都攞手指。於是乎，嗰個老伯伯就話：咦，500蚊都幾好啊！俾咗500蚊佢，咁呢個嘅少年人就更加肯定啦。嫲嫲，我知道嘅意思就唔係叫我自己問題啦，係叫我開間 wholesale 公司做代理，賣曬所有雞屎同埋石頭係咪啊？咁啊，唔係咧，佢話：阿孫啊，我俾多次機會，今次咧你就去呢個係公司啊。完全就話幾唔啱出聲，跟住咧人問你係舉高隻手指知唔知啊？咁佢就喺舉高隻手
有個大學教授專門研究嗰啲歷史，又加上而家歷史研究啲石頭嗰啲咧，咁見到幾多個，就覺得好奇。聽完啊，呢個石頭由咩人攞出嚟啊？又唔出聲，係咪啊？又攞出嚟，5,000蚊啊？抵喎，俾咗5,000蚊佢，就攞咗呢個石頭。於是乎，呢個嘅青年人就更加肯定話。人生係一定要代理曬全部嘅成就，我要好似康源咁樣做代理，我要發達啦。跟住同佢講：，佢唔係啊，呢啲石頭其實喺呢個溪水旁，每一嚿一樣嘅，其實好平滑嘅，每嚿其實都係一模一樣。但係佢啲需要價值喺邊度咧？佢價值就係在乎佢擺喺咁樣嘅平台。如果你嘅價值係擺喺一個嘅街市就5蚊啦，如果你淨係學門內嘅籃球啊，去舞廳咪50蚊，如果你淨係足球喺度學識嘅就100蚊。不過咧，我呢個故事講緊咧，原來今日人生嘅價值係在乎你嘅資源擺喺個咩嘅平台。今日嘢只係一個平台，一個咩平台咧？一個全方位嘅平台。所以話，如果你能夠有你嘅資源，阿 Thomas 話喎，每人捐500蚊先要走喎。咁你將500蚊去做好多嘢啦，嚇，500蚊可以即係買埋買餸啦，或者去啊去啊旅行啦。但係你話今日咧，我知道原來耶穌呢個平台就係一個全方位平台。過26年裏面，上帝都證明呢件事啊。咁所以我哋繼續喺今天晚上，要上帝俾我哋嘅心意，讓呢個平台繼續。同埋多人嚟做，好嘛？我見大家咧都唔係好熱烈咁樣回應我咧，咁我就覺得咧，阿 Thomas 話咧，你啲醫生啲朋友咧，你唔好俾咁壓力佢，你俾壓力佢咧，佢會反彈嘅。咁我唔俾壓力你啊，好嘛？嗱，我咧就俾一個我而家加落嚟咗一個嘅少少嘅遊戲啊嘛，咁呢個遊戲咧，希望輕鬆少少咧，咁你哋就捐得愉快啲，捐得樂意啲，翻到屋企先後悔呢件事。然後呢個嘅遊戲咧，就想請兩位金童同學出嚟幫下我啊，我想請阿 Mason 同阿 Kevin 出嚟。啊，我哋咧每人都有資源啊，俾咗啲 Kevin 先 ，Kevin 啊，我好勤勞嘅。我要做的咁你話你投資我哋啲打工仔嚟㗎嘛，係嘛？即係而家唔係咁容易嘅。咁我哋啲生活嘅一份糧，我哋第一份糧嘅第一蚊、第二百蚊咧，我就要交租、供車，特別是地震。第二份咧，咁我個仔都讀大學㗎嘛，佢唔使讀啦，係嘛？都讀大學咩事啊？唔出聲啊！供錢啊嘛，供錢㗎嘛，我啲公司大學俾咗蚊你。喂，我5蚊啫喎，咁啊補2蚊，呢1蚊點樣咧？係咪應該要奉俾神咧？我可以去墨西哥旅行又得，咁又唔緊要，咁啊聽到即係阿金文講得咁即係流曬眼淚咁樣。好啦，我就捐俾恩主先啦。我3蚊，5蚊唔見咗，3蚊就係幾錢啊？5蚊唔見咗，3蚊就係幾錢啊？2蚊買得上嚟有一件啊，多做就多收，少做就少收，唔做就冇得收。咁啊試下就話1蚊、2蚊、3蚊、4蚊又係5蚊喎。哇！咦？俾咗先。跟住我大膽啲啦，我哋就係公司教學嘅。我第1蚊繼續點樣咧？要供樓、供車、供 Tesla。第2蚊啊，佢都要即係咩噶嘛？有時都要費醫療噶嘛，年紀大係咪？都要人話自己身體。
第三間咦，既然上帝上帝做天女，我今次咧又捐咗啲教會先，社團咁咪捐啲教會啊，捐啲教會。咁而家人5蚊，現在有3蚊嘅款額，2蚊嘛，咁有信心啊？呢個唔少信心啊，都係捐多啲嚟㗎，1蚊、2蚊、3蚊、4蚊、5蚊喎，哇！5蚊嘅，咦，仲有喎，依家仲有啲啊，咁我哋話啦。我哋咧做成嘅工作，神會歸在我哋嘅，係嘛？歸在你啊，會唔會啊？你下低同埋用就知啦。你個位有100蚊嘅話咧，咁咪喺就係啦。1蚊通宵教學，通車2蚊啊，跟住好啦，走去旅行，你以前都未打睇啊。3蚊係點啊？3蚊捐俾恩主先。哇！係啊，咁樣喎，又5蚊，唔見咗3蚊仔嘅笑話。2蚊，你冇信心嘅。嗱，繼續啦。1蚊、2蚊、3蚊、4蚊，又係5蚊喎。喂，哇，你真係冇試過喎，係咪？咁啊，再嚟個，仲有冇啦？就係咁啦，就係咁啦。又係要為個砌工啦，我知你要工薪佢哋，啊，為個砌工咯。OK。應該俾佢啊，信。為埋個孫，而家我哋做父母好凄涼嘅，為埋個孫，啊個孫要交教育費，咁呢1蚊又容易啦，去唔去旅行咧？去唔去啊？唔去，捐俾恩主先。我知啦，夠鐘係咪？咁啊，多謝大家，1、2、3、4、5，哇！啊，你有啲錢有㗎，多啲錢要挑我啊！咁啊，希望啦嗱。以後我嚟咧，我就請佢啲上嚟咧，攞嗰啲錢先。嗱，你只要你願意奉獻俾神，唔係俾人哋先用啲時間，神會歸在你。咁咧特別咧，為咗鼓勵你咧，阿 Thomas 咧就特別揾咗個書法家，呢個書法家好出名嘅，不過唔早話俾你聽咩名，佢年紀好大嘅，好出名嘅書法家有邊個啊？冇得個係。咁咧，佢親手寫咗一啲嘅金句。嗱咁啊，定啲誒小姐出嚟行下先。咁喺啲金句咧，親手寫嘅。嗱，凡係今日奉獻500蚊或以上嘅朋友，嗱5蚊以上朋友，佢就會送呢個真啲俾大家。裏面都係啲金句嚟嘅，祝福嘅金句。咁啊，盼望咧少少嘅玩意，少少嘅禮物，就能夠激起你哋嘅信心，好嘛？好嘛？好啦嘛，好啦，今日出嚟咯，今日我今日出嚟咯。好嘛，你兩間先上嚟咯 ，OK？ 嗱，咁我哋就啲錢都交我哋啦，應答啊，應該咁啊，等佢出嚟都嚟嘛。OK， 我請你兩間先，你上兩間先，啊，交你啦。多謝彭牧師，咁你都相信咧，神藉住彭牧師啱啱所講嘅好多嘅唔同嘅説話，都係咧感動大家。有對恩怨之聲咧，係有作奉獻嘅生命。是的，我們剛剛聽到南牧師分享感人肺腑、很激動的分享。那我們希望我們都可以帶著一個禱告的心，做出這個愛心的奉獻。凡係樂意捐獻嘅咧，我哋嘅神咧都係一定會悦納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頭先咧都俾到大家咧去睇過呢個嘅字畫啦。咁亦都見到我哋嘅同工咧都喺中間俾我哋見到嘅。啊，我亦都鼓勵咧，今晚大家好去奉獻啦。超過達到500蚊或者超過500蚊嘅話咧，都會有呢一張咁特別嘅字畫。每一張咧都係頭先提到過嘅書法家自己親手所寫，所以每一張咧都有自己嘅特別嘅一個嘅痕跡喺上面。是的，所以今天晚上我們為了感謝大家慷慨的支持與愛與支持，我們達到500塊的捐款，然後會獲得一份這樣子的字畫的杯筒，然後放在家裡。那它是由一位基督徒字画家亲自手写的圣经金句。咁呢张字画咧，如果你今日捐献咗系超过500蚊嘅话咧，咁瞬间咧你就可以喺门口就头先阿 Ken 坐嗰个位嗰度咧，咁咧你就可以喺嗰度认领，咁咧你就阵间或者食饭嘅时间咧就去嗰度攞就 OK 噶啦。所以如果你今天付了超过500块以上的捐款的话，请欢迎你在吃饭的时间。往我們門口那邊的櫃台找 Kitty 拿。但你話係咪啦？咁樣可能唔得喎，可唔可以聽日啊？咁樣咧？如果你說哦，今天如果沒辦法做這樣子的捐獻的話，可不可以明天呢？
要紧张，所以我们也会在之后把这个字画寄到你们家。但是要提醒大家哦。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呢啲金句字画咧系有限数量噶，我哋咧送完即止噶。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字画是限量的，所以先去借今天啊，之后的数量我们不能保证说是不是真的可以送到你家，所以请大家把握我们的时间。咁報件嘅方法咧，其實有幾個嘅，咁大家咧喺台上面咧都應該會見到啦。咁咧，你哋可以寫 check 啦，或者咧喺台上面嘅見到嘅奉獻封咧，上面都印有二維碼噶。只要你用你嘅手機或者你用其他你嘅平板啦嚇，咁咧喺上面掃一掃咧，咁你就可以咧作網上嘅奉獻噶啦。那奉獻的方法有幾個？第一個，你可以寫支票，或者用台面上你看到這個二維碼 QR code 來掃。方便大家做线上的捐款，那也可以做现金的奉献。那要麻烦你们，如果现金的话，要写上名字、地址、联络方式。那方便我们之后汇税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奉献的收据寄给你们。咁我哋而家咧有少少时间咧，俾大家咧可以攞出你哋嘅笔，攞出你哋嘅支票，或者咧攞出你哋嘅手机，去扫一扫呢个二维码。咁咧我哋咧就有一少少嘅一段嘅奉献时间。再强调一次咧，这个嘅金句咧，唔係印出嚟嘅，係寫出嚟嘅，佢係親手寫嘅。咁係一個九十幾歲嘅好耐主嘅張圖。咁咧，佢為咗鼓勵大家支持恩怨嘅工作，佢九十零歲，但係咧仍然願意用佢嘅恩賜將金句寫出嚟。一個咧就係寫咗啦，大書證明所見嘅港主大人愛喺個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物温柔忍耐。咁其他啲有四啊、三啊，有三種。咁你話我想三種要曬得唔得？得唔得？得啦。啊，你三種要曬咧，咁啊，你太太叫五百，老公叫五百，仔叫五百，三個都要啦。咁啊，希望咧少少嘅鼓勵能夠成為今日我哋對2026年裏面一個少少嘅經濟上嘅幫助，好嘛？好，順祝大家嚟多啲嚟咯，嘛？你寫完咗咧就可以食飯嘅。你唔使攞得食飯點知啊？咁啊要快手啲啦嚇！嗱攞之後咧，你食唔得咧就即刻去攞，因為咧驚唔夠喎，好嘛？咁然之後就話驚就麻煩啦，係咪？啱啱用佢啊嘛。OK。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咧。
我已經要你好啦，我對你承諾啦，真係天父上帝，我哋要上衷心嘅感恩感謝你，特別是供應我哋神嘅需要，要感謝你滿足我哋飢渴啊好餓嗰種嘅需求，同你賜力啊繼續咧靠住恩典走前面嘅路。我哋多謝主，亦都祝福我哋一陣間每台有四十八位嘅人啊，每台裏邊嘅弟兄姊妹有好嘅分享，好嘅團契嘅時間。你都唔忘記我哋為我先走間嘅前前後後嘅蘇經理啊、聽單嘅人服侍我哋班團隊，喺廚房裏邊廚師啊、阿玲姐單嘅人咧嚟去服侍我哋，嚟祝福佢哋恩典好似一樣，亦都臨到你身上，又有機會聽呢啲歷史嚟。多謝主，帶我哋以下時間。感謝讚美你，奉主耶穌名禱告。阿門。各位神同事，咁有請我哋嘅九號朋友咧，可以上台，都請大家慢用我哋嘅朋友。大家慢用，今天晚餐，大家吃得開心嗎？接下來大家要進行奇特的抽獎環節。我哋有一個抽獎嘅環節啦，咁咧我哋呢個抽獎環節咧嘅得獎者，每一台嘅都會有呢個嘅得獎者。我們這個得獎者是很簡單的，你的條件呢，因為我們今年是第幾多周年啊，是不是第一年升，是不是錯了，是不是不是不是，那麼即是我們從二排六這兩個數字啊，那會是怎樣呢？是的，and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谢谢张丽。
保罗归主母亲是关于曾基业传道的故事，有吗？有吗？
我可以去當中度咧去分享耶穌基督喺你生命裏面嘅見證。啊，咁點樣咧？我成日呢個係我嘅我嘅 life verse 啊，就係約翰福音十章十節。不拆來了，不過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使羊得生命，並且得得更豐盛。啊！所以我們在當中我們是被這個罪的捆綁，如果你看我的片的時候你會看到我的生命真的已經到了一個盡頭，在當中有一個盡頭裡面，是因為我的生命被撒旦去偷竊了、殺害了、毀壞了。我相信你們都可能很多人都經歷過人生的罪裡面那種的痛病，但是呢，當我們在耶穌基督裏面，當聖靈在我們裏面去到去觸摸我們那種痛，為耶穌作見證的時候，我們的心得復活，得這個生命更豐盛的生命。今天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這幾樣東西。我在當中呢是我的生命呢就已經是由暫時去到一個絕望，已經是回轉我已經變成一個新人但是呢，在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七節話我們變成一個新人之後呢，你要看下去呢，我們這條這個生命呢也都有一個界面的當中，那個界面呢就是在第六節十九節第十九節在十九節呢，他說到就是神在基督裡使世人與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們的過犯，並且把個好的道理放乎了他們。弟兄姊妹牧長這個恩語師兄的朋友來到當中的時候，我推薦你們呢，即是去鼓勵你們呢，去將你的生命作見證，因為神是給了這個界面給你們去作見證，我們得著的時候我們就去作見證。今天他說在二十節他說因此我們就是基督的使者神藉著我們勸告世人，我們代替基督請求你們跟神和好，將這個福音今天的主題就是廣播福音見證生命，我們去將這個福音去帶出來給我們身邊所有人的人一起去看。我們今次一面主席和我拍片的時候，我很多謝他們，他們和我剪得很好的那個片，我剪完之後呢雖然我有一段他們是拍我鏡也都和的，但他剪了可能我鏡得不好，可能我現在我失煙我失煙鏡得不好但他們真的拍得很好，因為我老婆看完之後就說喂他們分享你的見證還分享得好過你，所以他們真的拍得很好。如果我們有機會呢，正正我們現在講的聖靈那種的見證神呢，在我們生命裡面呢，我們又要再見證出去呢，正正就是恩與知識就是同樣這個的事，我們大家一起是去支持鼓勵他們我們繼續在當中一起去為到福音去到擺上我記得我們他們不是只是來拍一次他又要約我第二次又去賭場如果你看了你知道我第二次是賭仔就我們去賭場又會想起一些很失望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呢，他們又帶我去我之前做事的地方那我做事的地方呢，是我認識我老婆的地方有點苦，有點甜有時候呢，如果你有機會跟恩與白面呢，慢慢他帶著我去思考我之前怎樣去絕望
走出嚟神恩典咁嘅生命，點點點點都係一個難題。啊，佢訪問我嘅時候咧，嗱有時咧佢訪問我嘅時候，我都唔想講嘅有啲，但係咧佢啊阿度好 nice 嘅，即係阿 Ken 咧咁樣笑嚟啊，咁啊，佢喺度笑嘅時候咧，你又冇辦法地要話俾佢聽啊嘛，即係嗰啲情況啊。所以我希望今日咧就可以喺當中度咧，即係好簡短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嗰個當中嘅經歷啊，喺裏面咧真係係一個好嘅回憶，係唔係淨係回憶我即係一啲嘅甜與苦啊，但係回憶神嘅當中我苦嘅地方，佢令到佢甘甜啊，我然後跟住我。嘅地方，佢令到我更加嘅喜樂，更加嘅有呢個平安喺我生命裏面，睇到佢哋嘅祝福喺我嘅生命裏面。咁希望大家都係繼續支持一點之星，因為佢哋咧真係就係做緊神嘅工作。多謝大家。我们非常感谢孙清燕传道的分享。那我期盼未来美国恩雨之声可以带出更多真人真实的故事，去影响更多的人。我哋今日咧好高兴咧可以招待到大家，亦都感谢每一位嚟到参与我哋晚会嘅朋友。那我们接下来要感谢几个衷心支持美国恩雨之声的赞助商，这一路以来对我们支持我们的侍奉。我哋要感謝幾個衷心支持你我恩雨之星嘅贊助商，同埋佢哋一步咁樣去支持我哋嘅呢個項目啊！首先，我們要感謝白金贊助商 NHP Foundation、AMZNBC Foundation。我先係白金贊助商 SHP Foundation 同埋 AMZNBC Foundation。純銀贊助商 Rainmaker Real Estate 同 Polaris Advisory。純銀贊助商。Rainmaker Real Estate 和 Polaris Advisory 引领赞助的美国太子行美国汤圆食品有限公司，这些赞助包括美国太子行和美国汤圆食品有限公司。那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代理底下都有我们精心准备的礼物袋，那请留意这个是一个恩雨之声的灵魂保温袋。你们每个座位的礼物都会有一个礼物袋，很大个的，请留意这里面有有派遣行和汤圆食品公司所捐出的礼物，那也有恩雨之声预算好的2055年的月历，那里面是有很精美的图片搭配写好的经文。这里面也有刚刚我们恩雨之声的投影2020年的月历，这里面有非常之美丽的图片和经文，还有有一些代祷的一些经文的经文。所以我送给大家做灵修的祷告的，来纪念这个福音的施工。所以我們今天就一次過送給大家，希望大家在靈修和禱告當中都可以用得上，都去紀念我們美國恩雨之星。那我們期待在未來能夠有更多的贊助商來與我們一起同行，那如果有心願意支持我們的朋友，歡迎到我們的辦公室聯絡。我們其實都期待更加多的贊助商與我們同行，如果有心願意去支持我們成功的話，請同我們的辦公室去聯絡。接下來我們要請我們的工作人員有一個工作人員最後一環節，多謝各位今晚在這裡中間，我知道菜出了盲意，但我們都是希望呢我們和各位董事同東一起在這裡向大家敬一杯，我還請所有的董事的 Advisor 的同工的上嚟，代表恩雨咧係多謝各位。嗱，我好多謝個中間咧，唔同年齡、唔同背景，但我同嘅心願就係願神嘅福音同埋廣傳。亦都知道咧，喺在座中間好多人咧。暗地裏都係一直有支持恩雨，
无论你嘅捐献有多少，我相信你话你捐献得多啲嘅都系神所悦纳嘅，所以我多谢你。咁我哋一齐嚟到系向大家献一杯 ，OK？Let's close。与神嘅工作能更加扩展，神嘅花更到神嘅名更到荣耀。OK？多謝各位，大家繼續做埋緊啊呢個晚飯。好，最後咧，我哋亦都咧有請到聖詩石浸信恩福教會嘅主任牧師同平貴牧師上台，阿嚟祝福同埋禱告。在祷告之前呢，我们能够今天晚上来参与这个恩语之声，这么好的传福音的工作，神让大家有份参与，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鼓掌，好吗？好。既然要祝福我们有求恩天父师父给我们的时候呢？我请大家站起来。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世人，你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从旧人变成新人，也让我们从我们心里面感受到你的爱人灵魂的心。主啊，帮助我们，火热我们，让我们能够更火热的在前面的日子，一同的来仰望你。我们恳求天父，你赐福给恩语的施工，不单是26年，还有前面的24年，更加的蒙福。求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参与的，无论是教会里面的，或者是领导的，或者是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能够有份参与这样的服事是何等的恩典，感谢赞美你。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耶稣基督的面。阿门。请坐，谢谢。好，多謝曬老師，亦都多謝曬大家今年嘅參與。希望咧今晚能夠恩語之聲遇上分享籌款萬裏，傳播福音、見證生命嘅每個信息，都可以深深咁印喺你嘅心入邊。我謝謝各位今年嘅參與，希望今年每個愛之聲一向是分享籌款晚會的每一個事情，反覆不一見證生命，都可以深深的留在你我的心裡面。亦都歡迎咧，我繼續留低啊，用埋我哋呢個咁好嘅一個晚宴嘅。歡迎大家有空繼續把我們的晚宴享受完畢，然後有請每一堂可以繼續追蹤我們的社群的平台來訂閱、按讚、分享跟 comment。係，對於我同埋 Richard 嚟講，我哋真係明年見啦。我們明年見。拜拜。